独步的这个话不能减少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代表就是咱哈不待定了哈，咱的水姑娘的心理是的，头一个较无压力啦。哎，对啊。因为第一个比较不会被人家重复这样子。哦，你是说那个台词不会重复？对对对对对。啊，其实呢，中后嘛无要紧啦，上台掉头都有共鬼嘛，这是心意，对不对？好，目前水姑娘话今天来跟咱的会场当中啦哈，非常的感谢到咱哈所有咱的唱助当助手，哦，不少同助特别来做聘请啦哈，我们台新综艺传播。希望到今天呢，哦，咱的团助哈，就是咱的黄永池啦哈，哦，这个精心安排的节目，哎，一开始就今天开始咧安排，就是讲一定爱上水耶，啊对，嘿，就是呢漂亮的啦，身材好的啦，一看就知道的，对，从我们刚刚开场的时候，从这个第一个走出来那个就知道了，请问是我吗？哎，对啊，哎，这是一定要的，对不？哈，咱这边哈做口碑的呢，做口碑的，对对对对对，我们呢在每一年啊，每次当哈咱这个老来的时阵啦，哈，嗯。拢上水耶，真的哦，不是我家己讲的，是大家。为什么你讲起来有点面有难色？没有，也是要给自己一点信心啦。对啊，对啊，自信的女人最美嘛。但是也是有点不好意思啊，没关系啦。恭喜这家庭可以拍一次，多讲几次就会很自然的。哎，真的啦，有些真的哎，五元洗金价就爆耶，个广告就大些，反正。没啦，阿吉那里不能怪他，他也是有也是有自信，对不对？有自信是好事啦，对不对？当然，吉那里不带定不去胸拜耶，没啦，吉那里没拜。虽然说疫情的关系呢，哈，这个主持可以不用戴口罩，对。那但是小姐就危险了，因为小姐都吸给起啊，对吧？所以口罩要戴好，对哦。我们用眼神来交流就好了。哎呀，你就是看你想要电谁，你就。要让扎一下这样子啊！可是他们都说我眼睛很小哎，是真的还有一点。哎，其实哦，这个东西也真的是不在大小啦，只在技巧吗？对呀，看你怎么垫呐。我看你怎么垫哦。对啊，你有特别练习过吗？没有。真的吗？我就这样而已，就这样扎一下，就这样而已。啊，被看点啊，那可能较困难，可能我会帮他玻璃美食针啊，还是说哎，有点太阳有点大的时候才会这样啊。平常冰箱是别可以出来用啦，因为是东西在。是隐藏版的，那无啥好看。哇，就这人自拍起都啊就是眨一个眼睛，我无多呢。我哪眨眼睛去取的？你也不协调，无多啊。对，而且呢，所以你看这样子那个自拍的那个姿势，对啊，我永远我是右边脸啊。哦，我知道。哎呀，你来给我左边，我也跟他怪怪啊，真的。所以你看我照片东西这边，哎，对啊，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啊。哎，有些人会觉得自己哪啊，那我特别好看。我让徐工吼，哎，我左边可能嘛袂歹，就是有些人会说，哎，你左边其实也蛮漂亮，可是就习惯。哎，是这习惯。哎呀，你先好好画很难哦，我有自己稍微注意一下，注意很久了。从我这个开始自拍，开始被拍，我就发现什么？我发现就是偷拍的都不好看。赶快啊！真的就是在最，譬如说我在跟你讲话。哎，你那次人家在喊吧，你不是也不小心录起？很奇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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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你哦，很奇怪。我刚才跟你讲话，我在讲，被你熊爱通知。哎，真的，我然后是真的不用通知，随便拍。可是这是最自然的啊。对，随便拍就很好看，对啊、就自然的啊。可是我自然的时候就不好看了，所以我等下讲话，你还被熊爱先给他讲。那就没有惊喜啊。那就太那是惊吓，那不是惊喜，那是都是惊吓呀，对啊。好啦，希望到今天啦，大家呢多拍拍漂亮的照片，没错，这个百万的灯光，现场好朋友的设备都很高档，对啊，不会太差，不会的。重点是脸的问题啦，不是设备的问题啦，角度问题啦，角度啦，你就对对对对，看那个大炮，随时定点，好像是对到您就自己瞧一下。OK， 没有问题。好啦，接下来咱说来哈，今天这波非常的精彩，让我们。多多继续安排，好，继续安排，幸福人生靠家己，好，幸福人生靠家己。来，变换一下哈，清凉的这个服装啊 ，Tiki 暖暖哈，我们变换一下服装，再来这首轻松的歌曲，幸福人生靠家己。是阮流袂破阮的心里，清凉的暗风吹来，使人心花开。一个人自由自在，舒舒服服过家己，因为我已经过时，我已经快忘记了，这个歌曲。
谁人会你讲流会你无情的你哦，伤心的人哦，怎么也袂认，幸福你是幸福家己。来，欢迎到我们来到会场当中的好朋友喽。你就收烟哦，没有看到他，等我们看到伊就收烟，就觉得有点怪怪的。清凉的暗香醉来，思念是花开，思念是花开。一个人自言自在，思思念念的二家己，因为我已经关心起你，放袂记，心爱的，心爱的，梦中已经都。有心的你，袂当的你，朋友的你，无情的你哦。伤心的人哦，怎么我袂记？幸福你是幸福家己。哦，阴暗的月亮，你是温柔陪伴阮的心灵。清凉的阿芳坐来，思人心花。思思念念无家己，因为我已经关心着你，放袂记，心爱的，心爱的，梦中已经都无无你，最后是白想你的名，内心的你，袂当的你，风流的你，无情的你哦，伤心的人哦，总放我袂记。幸福你，幸福家己。幸福你，幸福家己，祝来宾和朋友当下天当中赚袂离哦，感谢你们，好的，继续安排，谢谢。